三军的，将来燕军虽然逼近王城，但这王城居高临下，敌人行踪了如指掌。他若攻城，忽有弓箭手埋伏敌人，万箭齐发，转角他登，人仰马翻四窜了。操！况且王城之外，又有辽阔的森林，乃是天然的迷宫。只要敌军进入，必然离时如箭，那是尔等谁同往奋勇杀去，哪怕燕军封闭。